哥们儿，第一次玩前锋被抓了，是不是该直接撞监管呐？你不得了了你啊！连我们阿峰都敢抓，快撇过来！哇，你不得了！你我去，你！我去，你干什么？你快走快走，这先走走啊！别吸了呀！你要溜不了，我打死你！我去，把我们鬼抢走了，哥！那把宙斯一样，我靠，等下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去！打！哦呦，拉点小球回血一些，我靠！哦呦呦呦呦！哇，你好啊！我去，你好啊，哥们儿！啊，哥们儿！我去，行了，这没有精神就完蛋了，哥们儿啊！我去，博士啊！我去，我靠！博士现在发泄怒火，命中火去爆炸。走啦，怒火就这嘛，这个先知有毛病是不是？有毛病啊，先知看嘛！进，没有精神，我靠！进，完蛋了，没有精神，我靠！找我们，这去路头，看起来怎么了，路头又没耳机，看什么？喂，我去哪？哇，怎么了，路头？怎么了，路头？我让你走了吗？我去，我让你打人了吗，路头？哎，这么大脾气跟谁学的？我靠，打戏干什么？我真服了，我去，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，路头？我去，扔黄布！哎呦，还没扭着，我去，退钱！不玩了，回家调查员。哎呦，发现我了，我靠！好黄啊，这个路头。放夹，你这种能夹住我吗，路头？幼稚！这个夹住我队友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，求你了！别杀我！哎呦，我让你杀我了吧，我去啊！说话，路头。